在2000年咧，當我哋咧開始編寫環保報告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邀請咗 PC 咧提供專業嘅意見。到後來咧，更加出版咧可持續發展嘅報告，我哋咧亦都咧係委託 PC 咧負責持份者專訪同埋意見嘅調查。每公司希望咧要創新為業務增值，而 PC 咧就係喺我哋一條創新嘅路上邊嘅非常之好嘅拍檔。近年咧 ，PC 幫我哋舉辦咗多次嘅海外企業交流團，安排我哋嘅同事咧去台灣、新加坡、韓國等地去考察。近期咧，我哋仲一齊嘅合作研究咧，喺我哋嘅智能儀表嘅晶片上邊咧，做一個納米級嘅防污染嘅塗層，使到我哋嘅儀表咧喺計量嘅時候咧唔會受到污染物嘅影響。而家咧呢個項目咧已經係差唔多完成啦。喺過去半個世紀 ，PC 幫咗好多香港嘅工商企業解決研發、製造同埋企業管理嘅難題，增強咗港商喺國際上嘅競爭力。佢哋亦率先咧引入好多創新嘅科技同埋知識，令到工商業界，特別係中小企，能夠有足夠嘅技術水平同埋管理嘅能力，去打開高增值嘅市場。